芦竹分局呼吁你开车请遵守交通法令规定，那你如果行经照明昏暗的路段，请小心驾驶，减速慢行。那如果不幸有发生事故，有人伤亡时，请立即拨打119或110，留在现场协助警消人员，切勿离开现场避责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们还是会找到你的。